苹果前排推出 iPhone XR， 作为 iPhone 8嘅后继机，佢有几厉害？而家即刻同大家睇下。佢具备 6.1 寸 Liquid Retina 屏幕，属系列入面色彩最准确同最大嘅 LCD 面板，支援手势操作，尺寸大过 iPhone 8 Plus， 但机身只系介乎8同8 Plus 之间。iPhone XR 采用同 XS 及 XS Max 一样嘅 A12 Bionic 处理晶片，效能同功能相若，仲有 Face ID 面孔解锁。最大分别系 XR 只有1200万像素超广角单镜头，但多得 Neural Engine 一样影到有散景效果嘅照片。由于冇远摄镜头，所以 iPhone XR 只提供5倍数码变焦，操作方式只系有少少唔同，但影像细节依然清晰。另外 ，iPhone XR 一样支援两张实体 SIM 卡，仲可以选择用边张嘅流量数据。机背亦比以前更稳固，通过 IP67 防浅、耐水同防尘嘅测试，功能上绝对比 iPhone 8吸引。